家好，今天老师所要教的就是有关于食物。那我们看一下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鸡蛋，鸡蛋，牛奶，牛奶，米饭，米饭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面包，面包，蛋糕，蛋糕，比萨饼，比萨饼，汉堡包，汉堡包。那下面再跟老师再读一次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鸡蛋，鸡蛋，牛奶，牛奶，米饭，米饭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面包，面包，蛋糕，蛋糕，比萨饼，比萨饼，汉堡包，汉堡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拉拉。我叫 Planda。 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鸡蛋，鸡蛋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汉堡，汉堡。刚才就是两位小朋友的绘画，那今天老师就教到这里啊，那我们下一次见，再见。